各位，恭喜你们又被选中。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们现在所在的是一座通天覆魔塔，这座塔成为人的试炼之地。幻境浮屠一共四层，气之试炼。当生存面临危机，人会做出怎样的抉择？性之试炼，此处充满了恐怖的杀机，你会独活还是舍己？和之试炼，分为水火两极，如何选择将决定命运。伤之试炼，是对人性最后的考验，谁能成为最终逃出的那个人？相传在颠倒的世界里，有这样一座宝塔，它一共四层，凡是进塔之人都要经过层层试炼，获得天地玄黄四大令牌。如果你能够成功的从顶层逃到底层的话，就可以顺利的回到现实世界，否则的话，你将会被永远的锁在地下。那么接下来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通知大家，你们当中只有一人可以最终逃出。一个人？又是一个人啊，这个最要命了，我跟你说。而失败的人将面临暗夜极道的残酷惩罚。哇，最害怕了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游戏开始。钥匙怎么拿呀？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看我们五个人就是圈住了那个钥匙，你看到没？所以四根断了就行了，正好你们四个赶紧断，然后往这儿滑就行了。他们玩了这么多期，应该一眼就知道怎么做。好，对 ，OK， 断了一根。你们会救我吧？我会救你的，我会救你的。文翰，你已经断了，你断了就不用说话了，你没有选择。文翰，你是不是太天真了一点？转太早了。我们数一二三一起跑。好，然后我来救你们。我来吧，我最公正了，我会救你们的。我也会救你们。我相信你会救大家，但我意思是说，需要一个更厉害的人先出来，说不定可以救到大家。那我们说谁是更厉害的呢？宇哲，宇哲现在都是新朋友，他们不知道。这样，我先这样，我试着把它弄断了。好，但是要保证的是，你们两个一定要救我出去。放心的，一定会的。行。我们第一关，我们五个人都要一起出去。那我就相信老玩家。好，我掉了。好，小八，小八，到你了。快！我在加油，但是你把那个线弄短。弄短一点。我觉得嗓子没有断，我的性命要断了。断了。佑敏，佑敏说，你听我说，好，你让我出去，第一个回来救你。宇哲的游戏能力肯定是没得说的，每一期都是赢家。我相信佑敏明白，跟我一起走，总能带他走到最后。哦，你的锁开了，唐老师，哥哥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去哪儿了？等一下，没事，他不会跑的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这个感觉跟仓鼠轮的原理很像。难道我要进去吗？
哎，第一个骷髅头发亮了。有这么大动静吗？啊，宇哲，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跑步啊。跑步干嘛？你要去哪儿？像老鼠一样在跑步。他要跑路。哎。到一个，你我告诉你们仨，你新来的要听我的指示，叫你们怎么活命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文翰，你比较单纯的是，没想到你第一个就把绳子给咬断了，不是比谁快吗？越快就越死得快，你懂吗？你看宇哲多狡猾，你看立马最后一个咬人家。宇哲，回来了。我们正在聊你呢，你就来了。你们这样不行。我想着第一个要回来救我答应的人，对。但我一走回来，听到这个人说我很狡猾。那不挺好的吗？狡猾不挺好吗？他刚刚说你坏话，是吧？他说我什么？他说你老奸巨猾。哇塞！他说你最后一个咬特别坏。不是，没有啊。我说玩游戏一定要狡猾，但是宇哲非常诚信。你不要只听前面不听后面，来 ，come on。来，他是第一个断的人，对啊，最单纯的一个人。男人要说到做到，我刚刚答应他，我救他，但还有两个，我会继续去跑出来。肯定先救佑明，毕竟我们合作这么久了，也有一定的默契，而且后面的关卡需要彼此的配合。好，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哇！掉得我满头都是，吓死我了！说什么我要出去？好，来来，我会想办法救你们啊！不用着急，不用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快救我！性之试炼，此处是幻境浮屠最骇人之地，遍布万千上野蜘蛛。这里分为两个房间，白煞房只有一块地质令牌。绿篱坊有三块地质令牌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要干嘛？我看见房间两侧都有一扇人形的门，我尝试推了一下，但是我发现打不开。对啊，那边门是关着的，进不去。有字儿，地质令牌一块。通关钥匙一把，两者皆封印于前厅，吸取祭池之血，吐入毒蜘蛛之口，注满高筒即可获得。这里是这个吗？前厅毒蜘蛛。哦，蜘蛛。吸取什么？祭池之血。祭池之血是这个？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尝一口。啊，你喝一口。你先喝喝。看着像血浆一样的东西，气味特别的刺鼻，颜色特别的诡异。是什么啊？你觉得？铁锈的味道一股。蜻蜓点水是吧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感觉有草莓的味道。但是又有煤油酱油的味道，总之难以形容。不是恶心的东西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就开始吧。真喝啊！太佩服他们两个了，说上就上。果然是老前辈，他们很会带节奏，一下就进入了状态。吐吧，我还是吐吧。加油！你干嘛浪费？你应该吐在里面啊。对啊。我们来喝吧。